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961页，倒数第七行，课题：愚痴蒙昧。请看经文：意念深口，曾无一善，不信诸佛经法，不信生死善恶，愚害真人，斗乱僧众，愚痴蒙昧，自为智慧，不知生从生所从来，死所去向，不仁不顺，希望长生。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。意念深口，曾无一善。未已的无量寿经，经文是心常念物，口常言物，身常行物，曾无一善。念老汇集的时候，把文字简化了，意思圆满的，失明，身口意三意，常作恶业，未曾做得一善。未一的文字虽然多一点，表达的意思很清楚。这个人起心动念是恶念，恶就是自私自利，更恶的损人利己，再付出行动，恶业就成就了。口言恶，身行恶，说明
这个人身口意常作恶业，未曾做得一善。下面再说他愚痴嗔恚啊，这一些的恶行，可证一即思之术是有所取啊。前面一即思所说的议论，不是随便说的，确确实实是有依据的啊。议论这个一即思所说的这一段话，在960页第五行啊，第六行啊，当前的社会，这种人不少，几乎呢，到处都能够看到。下面说，不信诸佛经法，不信生死善恶，这是愚痴；不信佛法，不悟因果，这是佛经上常说的一禅体。一禅体是梵语音译啊，意思是说没有善根，真善根断了。不无因果。参考资料里头有这一条，在第9页啊，从佛学大辞典记录下来的啊，说语不者觉也，除也，除情为无其事，谓之不无因果。也就是下面所讲的这个否定因果的道理啊，不相信有因果这种事情啊，作恶得恶报，修善得善果，他不相信。这样的人古今中外都有啊，典籍里面的记载的很多，但是过去少，现在多。啊，古时候这个因果的道理，可以说中国在三皇五帝时候就有很清楚的记载。啊，史记里头就记载的很多，这是正史。啊，司马迁是个非常谨慎的人，没有事实真相他决定不会说。那一直到我们现在，我们周边所发生的事情常常有报道，你细细观察，对于因果报应你就会相信了。
那么这是五种邪见里面的一种。五种邪见是身见啊，这一条很重要。我们修佛这一生能不能成就，这是个关键啊，都把身当作自己，这叫身见啊，错了。首先学佛的人都知道，神识不生不灭啊，自信不生不灭。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，第二句是：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。啊，自信，自信是我，我不生不灭，身有生灭了。如果身是我，那身死了之后我就死了，还有谁去投胎啊？还有谁去受报啊？一生造作的善业，来世三善道去了，那是报啊。一生所做的恶呢，这三恶道是他的果报，没死啊。学佛第一桩告诉我们真实的事，就是一切众生呢，没有死亡，不但是人，所有的动物、植物，乃至于矿物，啊，矿物它有法性，法性不会磨灭，法性就是常住真性。啊，它是愚昧到极处变成矿物。矿物有没有见闻觉知？有。啊，那么今天说呢，要说前年了，2012年。美国修兰博士到这边来参观，来看我啊，看我们这个小的摄影棚。他告诉我们大家，桌椅板凳会看会听会懂的人的意思，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，墙壁知道，天花板知道，地板知道，你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，全都知道。啊，我们这里摆设这些物质，包括机器，他都知道。活的呀！啊，物质现象有生命，灵性没有生命。灵性跟所有的现象集合在一起，那人生就是非常明显的，灵性跟物质集合在一起，但是灵性不生不灭，物质有生有灭。啊，有生有灭的就不必放在心上啊。不生不灭的，这个要抓牢啊，抓紧啊。啊，抓牢抓紧是一句劝勉的话，
实际上的意思要懂，那就是说，我们的三业，身口意三业，要与不生不灭的相应，这就叫行菩萨道，这就叫行佛道，成佛之道。如果与有生有灭的相应呢，那就造轮回业了，你就错了。啊，轮回有生有灭，法性没生灭了，法性是见闻觉知。啊，法相呢？他把见闻觉知变了，还是起作用，扭曲了，变成受想行识。啊，动物有受想行识，植物有受想行识，矿物也有受想行识。啊，一块石头。一粒尘沙都有受想行识，啊，受想行识是六道轮回这边的，见闻觉知是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那一边的。这两边我们向哪一边靠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所以身见摆在第一了，最难破的就是这一关了，这一关破了就容易了。啊，破了这一关就正果了，小乘须陀洹果，大乘释信菩萨里面的初心啊，虽然位置很低，我称它做小小神。实心是小神，初心是小小神啊，它不是凡夫。凡圣差别在哪里呢？凡夫继续搞六道轮回，圣人开始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这样的小小圣，他没有离开六道，但是他决定不造三恶道的业，也就是说他决定不会堕三恶道，他在六道里头，人道寿命到了，他升天；天的寿命到了，他又到人。人间天上，啊，而且呢，这个轮回是有定数的，啊，不像凡夫，凡夫轮回没有定数，无量劫。他们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他就脱离六道轮回了，证阿罗汉果。啊，我们用大乘实信菩萨来对号啊，他的修正的位置很清楚。啊，初信等于初果，二信是二果相，三信是二果，四信
是三果相，五性是三果，六性是四果相，七性是四果，阿罗汉，清清楚楚。啊，到七性位也脱离六道轮回了，再不搞这个八性了。啊，那么他来不来呢？哎，也许他会来。他来不是业报，他来是愿力，是来教化众生的。六道里头还有跟他有缘的众生，他有感，菩萨就有应。啊，感应道教是来教化众生。啊，不是为自己的。啊，边界是两边对立。啊，我们有善恶的概念，有染净的概念，有真妄的概念，有佛众生的概念，有迷雾的概念，这些概念都叫做边界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边界就是对立的概念，这个概念是错误。为什么？对立是分家了，分化了。佛告诉我们，整个宇宙是一体的，所以有对立的概念呢，永远见不到事实真相。究竟圆满的一体是常寂光。大乘经里面叫大光明藏，人觉悟了，要回头了，最后回到哪里？回到大光明藏。大光明藏就是发心，就是真心，也叫真如，佛经上也称它做第一义。究竟圆满啊，这个境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亲证，他证得了，他用20个字给我们描绘啊，无足人可了。啊，第一个是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啊，我们要不相信，摆在我们面前的电视屏幕就显示这一桩事情。啊，从电视屏幕你就真正能相信佛说的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把电视屏幕比喻常寂光，比喻大光明藏，它这个里头什么都没有啊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
佛叫它做空，啊，叫它做真空。空不当作无讲，啊，佛法里说真空不空，啊，那么是它能生万法，这叫妙有，啊，妙有非有，为什么？妙有它是生灭法，它有生有灭，啊，真空不空，为什么不空？它能生妙有，所以它不空。啊，如果空，它就不能生了。它能生，虽然生妙有，妙有不妨碍真空。真空能生妙有，真空也不妨碍妙有。哎，你看电视。啊，我们打开频道，妙有出现了。啊，屏幕不妨碍它，它也不妨碍屏幕。这整个宇宙就是这真相，就是这样的。啊，这里最重要的是，你知道它一体，知道一体，你就没有分别，就没有执着。知道一体，性的自然就出来了。啊，性的里头的第一的是什么？是爱。爱是自信出来的。啊，你会用自信里头的真爱，爱一切众生。啊，我们现在世间人讲的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真的永恒不变，会变就是假的。你看，爱会变成恨，不是真的。男女相爱，啊，结婚了。过几天又吵架又离婚，你看那个爱不是真的假的，马上就看出来了。啊，真的爱，啊，对方怎么样的叛逆，他的爱心没有改变。啊，世间人有没有？有母亲的爱。啊，儿子叛逆，他虽然很伤心的，他还是爱他，他永远爱他。啊，那是心的。觉悟的人，佛化身菩萨是觉悟的人，我们就相信，他那个爱心比我们的慈母还要重。我们慈母没有开悟，啊，儿子叛逆，有的时候他要恨他，啊，佛菩萨没有怨恨的，只有爱，没有怨恨。你叛逆的时候，好，算了，不理你，啊，暂时不理你，什么时候回头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去帮助你，啊，他不跟你计较。没有怨恨，啊，也没有舍弃，学佛的人真正懂得这个，才知道世出世间最可爱的是佛，是菩萨，啊，其次还是阿罗汉，阿罗汉有时候发脾气，不理我们，不像菩萨。菩萨不理我们，不会发脾气。慈悲到基础啊！啊，知道一切众生呢，
跟自己是一个心，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，好像屏幕里面的画面，画面里面有很多人，各种根性不相同，全是从屏幕上现的，屏幕是一样的，清净的，平等的，啊，没有染污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染污清净，没有分别平等。啊，真诚的爱心，我们。在马六甲办的汉学院，汉学包括儒释道，儒释道有没有分别？没有分别，为什么？通是自信变现出来的，啊，要用清净平等心照顾啊。全是自信变现出来的，希望将来有真如、有真道、有真佛出现。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有真佛，啊，真道像老子一样。啊，真如像孔孟一样，能不能有这个成就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那个地方是个原体，我要找真正的种子。啊，种子是什么？发现立愿，我愿做今天的孔子，我愿学习孔孟，要学得很像，啊，方法实在讲很简单，越是大道，越是简易。啊，只要把五常五伦、四维八德从内心发出来，从身口落实。这个人就是孔子，就是孟子。他的心，他的愿，跟孔孟完全相同。孔孟的典籍，他一展开，自然明了。啊，学道要学老庄，啊，老子跟庄子一门深入，要学透，要讲透。啊，佛法里面宗派很多，每一个宗派
都有他主修的经论啊，也不会太多啊。要发心做佛，要发心做祖师向他们学习，发心，真正发心，集成道统，认真修学，发扬光大，这是智慧。一门深入，常识心修，这是理念。啊，度数千变，其义自见，那是方法。圣贤之道，就是这个方法。儒释道一致的，再跟诸位说，全世界所有宗教圣贤学术都不外乎这个智慧理念方法。你对哪个有兴趣，真正发现不疲不厌啊，专注之后啊，乏味就出来了，越学越欢喜。啊，你得到法喜，从法喜再更进一步得到乏味，尝到味道了。啊，肠道乏味的时候，逐渐你就感觉到它通，一法通一切法。为什么呢？不管哪一家哪一派的，你去听，你都能听得懂，你都能听出它的味道。啊，这样才真正知道啊。边见是错误的执着啊。啊，自然就没有对立了。没有对立，对自己来讲，你才能真发生。啊，没有对立了，你才能通一切法。对立就不通。啊，为什么这些大德，他们能通，我们不能通，我们有对立。把儒释道的分成界限，过不了这个界限，啊，他们没有对立，没有界限，完全是自由行动，全是通的，啊，四面八方通达无碍，要相信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给我们学习的定心丸呢，我们学习的心定了，真正相信
能大师所说的，没有想到自信能生万法，他说出来了，我们相不相信？我们不相信。如果我们相信，我们就入他的境界了，化身菩萨的境界。啊，我们听了这个话，好像听懂了，其实没懂。如果真听懂了，言下大悟，跟南大师一样，明心见性。啊，真正体会到了，万物跟我是一体。我再不会给别人分了。啊，但是我不跟别人分，要记住，人家跟我分。啊，这什么意思？他立的界限，他遵守。我这里没有立界限，我自由。我自由通过，他是要过关的。啊，我这个关口没有。消失，我知道他不知道啊。那么，由此是这个五种见，五种见的根，身见。本是边界，下面的三种是枝枝叶叶，这两个重要，这两个不能有，有造成自己障碍。啊，戒进取戒，跟见取戒。是讲因果，见是因，见是果，啊，合起来，中国人常说的成见，某人成见很深，成见从哪来的？从习性上来的。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习性啊，坚固的分别之处，从这产生，自以为是。啊，学佛的人要放弃。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以什么为标准？他真有善恶，真有燃尽，真有是非，真有邪正。我们以佛经为标准。那为什么？佛是真正彻底觉悟的人。那用他的来做标准就没错。慢慢用熟的之后，将来他的标准就变成我自己的标准。啊，我染上了佛的习气，跟佛就通了。啊，通了之后越来越深入。啊，你所见的、所看的意思。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广，其味无穷啊！啊，幕后呢是邪见，邪见完全是错误的事情。啊，这个不无因果是错误的事情，真有因果，怎么会没有呢？
啊，你种一个桃核，桃的种子，它就会长成树，3年就会结桃子。这不是假的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因果就摆在面前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。啊，人一定要知恩报恩呐！啊，知恩报恩呢，要有智慧，要有德行。啊，没有智慧，不认识，会搞错。会搞颠倒了，啊！但是是好意，方法错误，这是世间凡夫。如果有智慧，决定不会产生错误。啊，有智慧就有慈悲，没有智慧，它那不叫慈悲，它叫做情执。啊，那个爱，啊，往往在这里产生错误。让他所爱的人呢，得到负面的效果，不是正面的。啊，这个在世间、古今中外，你翻开历史就看到。啊，好心做了错事，啊，自己完全不知道，对，成见跟邪见，啊，所以不无因果，断灭善根。他不知道断恶修善的，把善的灭掉了，啊，把恶的带起来了。他不知道，他把恶以为是善，善以为是恶，颠倒了。啊，这叫不无用。啊，那么这叫一禅体，一禅体这里也有解释。啊，一禅体是梵语音译过来的。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，无成佛之性，一般讲没有善根。啊，佛说一禅体。不能成佛，这是世尊一向都是这个说法，但是到最后佛灭度之前的一天跟大家讲涅盘经，涅盘经是佛的遗嘱，涅盘经这个缘开了，佛说一禅体也能成佛。啊，这才讲到究竟圆满。为什么一禅体也有佛性呢？怎么说他没有佛性？啊，他的业障习气很重，佛性没有现出来，
不是没有复习。啊，一切法当中不可能没有复习。像我们电视的屏幕，一切法是所现出来的影像、音声，不可能没有屏幕。没有屏幕，它怎么现得出来？啊，它现不出来呀！啊，所以真心自信是一切法的本体，一切法决定离不开它。啊，离开它不能现，没办法现象。啊，相一定要一个体，它才能现出来。这个体就叫自信，就叫法性。啊，体大家都一样，完全平等。啊，什么时候你见到体呢？佛说了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你眼睛见到真体，自信；你耳朵听到自信，鼻舌身意，全显自信。自信在哪里？一切时，一切处，自信如如不动，没有生灭。所有一切现象是依他而起，相是有生有灭，他没有生灭。就相是假象，是一体的假象。啊，我们读到《楞伽经》上一句话，我们非常欣赏，叫自性显亮。好啊，如果你要遇到这个人讨厌他，你念着自性显，我自性显的相啊，我为什么要讨厌他？那他是什么呢？它是我们这经上所说的不断之无，真有味道啊。啊，你爱他，你恨他，自性先亮，这种分别执着就没有了。啊，你看到这是个实体，实际上是不断之物。能不能得到？不能。在面前也不能。整个宇宙是个生命相。尤其我们读过弥勒菩萨跟世尊的对话，我们晓得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命，这是生命的频率，1600兆次，我们完全不能觉知。啊，到什么时候才能觉知呢？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，八地以上，到哪一天我们证到八地九地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啊，八地九地，那个定功多深？心如
之水，如如不动，照见了。啊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用今天话来说，就是科学讲的三种现象。物质现象是色，受想行是精神现象，识是自然现象。科学说的三种现象归纳这三大类，这三大类都是假的。这三大类都是不断之物，可以为道。这八个字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就会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了，你得大自在了。这个话要天天讲，讲上一千遍，讲上一万遍，讲上十万遍，哎，入这个境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就是古人讲的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。你没有十万遍二十万遍的时候，你见不到啊，你不能自见。能自见可不得了啊，能自见是八地菩萨。这佛法真妙，任何一法都能帮助我们成无上道，所以一切法平等，一切法不二。《涅槃经》上说，无心之人名一禅体，一禅体者名不可知。啊，这个不可知就是不可教的意思。啊，同五蕴，一禅体者断灭一切诸善根本。心不攀缘一切善法。那十九里面又说，一禅体者不信因果，无有惭愧，不信业报，不见现即未来世，不亲善友，不随诸佛所说教戒，如是之人名一禅体，诸佛世尊所不能知。啊，二十六说，一禅名信，体名不拘，就是不拘信心，啊，不拘信苦，名一禅体。啊，心称的呢？是一禅底下，底下是唯音啊，翻成中国意思是药浴，他喜欢这些欲望，药生死之意，他喜欢六道轮回，他舍不得离开六道轮回，取这个意思。
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，遇害真人，真人是修道的人啊，为一本之作遇杀真人，汉一作遇杀罗汉。玄音音译里面解释，真人是阿罗汉，又法华书记真是所证，证真之人故曰真人，杀阿罗汉即为无逆重罪。这个最重了，无逆罪，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，阿罗汉是老师。他们留在这个世界是教化众生的啊，佛陀的学生证果了，证果身体还留在这个世界，叫有余一涅槃。如果他不要这个身体，离开六道轮回，他常住在四圣法界、声闻法界，那叫无余一涅槃啊，有余无余的身体。但是证得阿罗汉之后，他的寿命是自在的，有寿命可以不要了啊，舍弃受见的人间的寿命，他到声闻法界去了，比天道高明太多了啊，那是清净世界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。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，严重染污。啊，这个染污欲界最严重，色界轻一点。无色界最轻，但是要跟阿罗汉比的话，他还是染污，阿罗汉比他清净。阿罗汉的烦恼断尽了，四空天人的定。烦恼是定功扶住的，没有断掉啊，只是扶住不起作用，寿命到的时候这烦恼起现行啊，所以他不是究竟的，他不能跟阿罗汉相比，阿罗汉是一得永远得到，
四空天人得到是有期限的，不是永恒的。啊，非想非非想出天，寿命80000大劫，那就是它有限的。80000大劫到了，它会堕落，因为它上面没有了。复想尽的，就往下坠落。啊，没有往下坠落，他还有福报。世间人也一样，造作极严重的罪业，他还是做大官，还是发大财，还在享受，那是过去生中造的福报在保护他。他想的是过去的福报，福报享尽的，他造的这个罪报现前，他就堕落了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啊，我们就不会不信因果了。忤逆罪，后面又说到。又斗乱身中，斗是斗争，乱是错也，造孽也。啊，这个就是忤逆当中的破惑合身。啊，对于合合如法修行佛道的身中，以手段建立，啊，使他们呢斗争，啊，废法事，这叫破惑合身。啊，破惑合身的罪是无间地狱，这个忤逆罪就是无间地狱，无间地狱。父母的恩德大了，你的生命是父母生的，父母养的，养育之恩，不知道报恩而杀害父母，这个罪极重。啊，尤其是母亲，杀母亲的罪比杀父重。母亲对待的那个恩多，常常关怀，不离开你。怎么能够忍心杀害？人到老的时候，认真反省忏悔。啊，才知道这一生所经历的恩怨，恩要报，怨要化解，帮助自己提升。啊，念佛人帮助自己提升品位。这个是要做的，其他的不相干，不要放在心上。那我们一生没遇到阿罗汉，
遇到老师，老师给我们慧命，恩德大了。没有老师，我们这一生迷惑颠倒。我是23岁到台湾，在台湾遇到了3个老师，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。如果没有遇到这3个老师，一生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，过辛苦的日子还是小事，死了以后必定堕三途。年轻无知啊，打猎杀生，就这一桩事情，就是三途。我打了3年猎，16岁、17岁、18岁，无知。父母也无知。那时候跟日本人打仗，抗战时期，生活非常艰难的。打猎物天天有猎物带回来，一般人看都很羡慕我。家里伙食吃得不错，天天有野味。但是这个是来生无间地狱换来的，值不值得？我一接触的佛法，一读地藏经，真的就吓呆了。再不敢吃众生肉。我那个时候是住在军队里面，还算不错。我们的厨房可以做素食，因为同事里头有吃素的，特别给我们开，好像是2桌素食的，特别2桌。还有回教不吃猪肉的。好像他们也有1桌，这照顾的比较周到。懂得放生没有钱，省吃俭用，借省一点钱来放生。佛法救了我们命了，救了慧命，也救了生命。一生没有遇到什么灾难。一生没有进过医院。早年到处奔走。一个人，没有人陪我。
啊，哪个地方有情就到哪里去。啊，那么情的人都是朋友，都是同学。啊，在大专佛学讲座里面认识的，原因很特殊。下面念老引用阿舍世王问无念行，这里头说有无念罪，若初心此初心女，为此无不救罪，佛不能救，必入地狱不已。啊，佛知道你造这个罪业必定坐地狱。啊，哪五种呢？第一个杀父、杀母、害阿罗汉、斗乱僧众，其恶意与如来所，对佛，对佛生起恶意，此无乃无间也，感无间地狱之苦苦。以上名赤嗔之火。啊，后面三个与佛法有关系。阿罗汉是老师，在世间是行菩萨道的，无论是大乘小乘，众生根性不相同，应机施教，而且给大众啊做榜样。你害他，障碍他，这个戒罪呢，是跟众生戒的。啊，你害他，障碍他，他不能在这个地区弘法。这个地区人学佛的因缘，他断掉了，他从这里戒罪。啊，阿罗汉证果了，你怎么害他，他原谅你，绝对不会起恶，不会报复。啊，那么你堕无间地狱，这是现罪。啊，多少众生闻法的缘，你把它断掉了，这叫断人法身慧命。道理在此地。那么断众生法身慧命罪这么严重，如果你要帮助众生成就众生得到法身慧命，你就想那功德多大。那功德第一大的，佛陀在世，大家知道，请佛讲经，这个功德大了，名扬两利，让所有的众生、有缘众生真正得度了，他听明白了，他听清楚了，啊。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
这样的人数越多，功德就越大。啊，所以真正功德了，要请这一些阿罗汉菩萨来讲经啊，来教学。那更大的呢，是请佛住持。我们这里建个道场，建个讲堂，希望他常住在这个地方讲经，成就一方。啊，不可能，人家听经呢，听个一步两步就开悟了。正法时期有，相法以后就不可能了，何况现在是末法。啊，末法真的要读书千遍，千遍不够，要万遍，才能看到效果。啊，于是兴办一个佛教大学。啊，兴办汉学院，这个功德可大了。啊，而且目标是为全世界儒释道培养鸿鹄人才，出一个人就不得了。啊，这个功德用佛的话来说，能引护一方。引是经验，护是保护，这一方的人不遭灾难，这一方的人得福报。利益太大了，那又何况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儒释道都走到兴亡的边缘，救他，他能兴亡；不救他，他会灭亡，以后就没有了。真正是为往生即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这是什么功德？大家细心想想啊，你真想通了，你会全心全力来促成这桩事情。啊，你会希望看到这个事业能成功，啊，能有积极的人才出现。记起人就是再来人，儒释道的再来人啊，建学校只是个缘呐，因是有古圣先贤再来，诸佛菩萨再来，我们在营造缘，因又缘。果报就会现前。那果报是人才辈出，
这个人生没有白过啊，这一次在世间非常有意义，非常有价值。啊，我们能够首唱一句啊，非常感恩许许多多的佛友支持。见效之顺利出乎我们意料之外，最初我们想的时候没有把握，啊，想到什么呢？这是好事，我们自己能不能看到不要紧，啊，全心全力来护持，啊，来带头，我们相信祖宗保佑，三宝加持，不会让我们失望，啊，果然如是。我们欢喜，我们得到安慰。啊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，跟这个经文一对比，经上所说的造我业受我报，反过来行善得善果。下一段解释愚痴蒙昧这一句，以下解释证明痴我畜生之痛，痛是现世报啊，蒙昧是无知，愚痴无知，反而以为自己有智慧，自以为是，实在是愚痴到极处啊！啊，又因愚痴不信三世因果，故不知此生之所从来，也不知道死后到哪里去？这是真的不知道啊！他要知道，他不敢了。啊，为什么不知道？中国古籍里面，啊，中国典籍里头有一套书，历史，全世界没有的。中国历史5000年来记得清清楚楚，没中断的。啊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了。啊，古圣先贤留下来的典籍还能保存到现在，而且用的方法巧妙到极处。这个方法就是汉字文言文啊，它的优点是永恒不变，只要你学习汉字文言文，
一般讲的时间呢，3年。你下3年功夫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，你就拿到了。四库全书就是祖宗古圣先贤的留给你的智慧财产，你能够深得其用，你能享受啊！所以汉字文言文的教学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要想你一生当中得到幸福，来生生生世世都有福报，那这把钥匙非拿到不可。拿到之后，你真正生生世世得福。这是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。只有中国有，千万不能疏忽。中国古时候叫儿童，4、5岁就开始学汉字、学文言文、读古籍，是有大学问，是有大智慧。让小孩从小这个钥匙就掌握到了。我们看民国初年，100年前，小学生所写的文章，你就知道。所以他们学习典籍《四库全书》的经史字迹，什么样的年龄？13岁到17、18岁就完成了。19岁、20岁就服务了。为社会、为国家服务了。考取举人，考取进士，往往做地方上的领导。县令、太守。这在历史上我看得太多太多了。那个底子从小扎下来的，没有浪费时间的，这么好的缘分，人一生学习扎根，30、40岁之前。现在人疏忽了，现在忙着赚钱，疏忽了赚大钱，自己天天忙着赚小钱。如果能把小孩培养大的时候，你将来小孩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那赚大钱，是你意想不到的。疏忽了，有智慧才能修大福，才能积大德。
那现在这个理念一般人没有啊，那虽然少数人非常可贵啊，传统这文化了，收获了至少200年啊，恢复也要200年。没有200年的恢复不起来。啊，真正要做，那就是教学。教学要恢复传统的教学方式。啊，要有真正一批有使命感的老师，让这些老师来带。啊，国家政府能够支持。现在社会上热心的人士不少。出钱出力的人有，真有。啊，知道有这个机会，大家肯发现，来做一点好事，啊，积功累德。成就下一代。首先要恢复民族的自信心，要恢复孝亲尊师，要相信因果报应。那这都是根本，这上要有了问题。即使是佛陀来教你，孔子来教你，都不能成就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办这种学校，学生不多，10年、20年之后成就，大家就会觉悟。我说看到成绩了，明白人真正生从哪里来，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自己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但是不明因果，不信轮回，不知利他，唯图自利。故待人接物，不仁不顺。现在这个多，在社会上占多数啊！中国人讲一家子60年，60年前的人有，没有现在这么多，没有这么普遍。啊，以真诚心待人接物的人还是有。彼此有信心，庄子曰：“爱人立无为之人，顺呢何顺的意思？为之自私，故希望长生。”他那个长生是过去生中所积的德。所修的善，
啊，善德保护他，啊，他今生造恶还是享福，啊，但是我们知道福会相近。一个人如此，一家如是，一个国也如是。啊，我到美国的那一段时候，是美国国力最富有、最强盛的时候。啊，80年代。我在那边住了10几年了，那我们居住的地方多半是小镇，环境好，活动的空间很大。美国交通便捷，啊，市区里面拥挤，啊，郊外的房子，啊，开车20分钟、半个小时，家家户户都有庭院。啊，每一户人家占的面积差不多都有1亩。啊，1亩是中国6个亩。住些舒服啊，前后都有院子。可是到现在30多年，美国现在衰了，衰得这么快，没想到。那个时候的美国，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欠他的钱。二战之后，美国是经济援助、军事援助，它是全世界的债务。现在变成负债务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时候，他都向他们借贷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什么原因造成的？那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，我们知道，教育造成的。啊，西方教育教学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出了问题。啊，所以今天社会一团糟。社会动乱不安的。人心没有依靠。过去还有宗教，现在信仰宗教的人越来越少了。
教堂插牌子变卖，到处都看到。啊，为什么卖教堂？没有人上教堂。以前有人相信，现在这边年轻人不相信了。啊，不进教堂。啊，我们知道，西方这兴起与宗教有密切关系。啊，今天他们自己不相信。这个里头有因果关系。我们细心去观察，能看得出来。啊，无量寿经对这个世界用处太大了。啊，每个人要能多听这部经，多了解这部经，他们引起社会问题原因出在哪里，都能找到。那如何对治？这经上都有方法。我们再看底下这段：张彼先行，慈心教诲而不肯行，苦口语无益其人，心中闭塞，亦不开解，大命将终，回居教之，临时乃回，回之于后，将何解乎？这些话似乎全是对现代人说的。啊，60年前我们接触到佛经，看到佛的这些说话，啊，我们不敢说佛说错了，佛说的对，社会是有这个现象。似乎佛说的过分了一点，啊，说的太严重了。尤其弥陀经上讲的五浊恶世，啊，没有佛说的那么严重啊。60年后今天看到了，对佛就五体投地。那他在3000年前怎么知道的？那慈心教诲，如是之人，心与愚痴，行礼。行为完全跟食物相应，跟五戒相违背。啊，中国人五伦没有了，五常没有了，四维八德都没有。就是经上讲的这个状况啊，虽然慈心教诲不相信，
不能接受，苦口无语，这人得不到利益。变成什么现象？真正有道德、有智慧、有学问的人走了。他为什么是自私的不起作用？没人相信他。方老师当年教我，在家里教，不让我到学校旁听。学校我去过一次，为什么学生就跟此地说的，老师慈心教诲，学生不相信，苦口婆心，对他得不到利益，不教了。学生不像学生是真的，老师不像老师，是因为学生不肯学。老师才不教了。真学的人，我们真想学，真是佛事门中不是一人。我们没有交一分钱学费。我跟张家大师三年，我对他没有一个红包去供养，他物质生活不缺乏，老师真肯拨出时间来教导我。我们相信因果，我们相信神仙，我们相信祖宗，这些人肯教啊。找不到像我们这样的学生，老师不教了。在台湾那段时期，我们常常在外国弘法，感到什么呢？太孤单了，没有帮手。回到台中，每一次回去都祈请老师多培养这个学生，我们有些师兄弟可以联手干。我讲的次数太多了，最后一次老师说了，你替我找学生，从此以后不敢讲了，我找不到啊。不是老师不肯教啊，没人学啊，那怎么办？现在一般人都是搞明文理呀，搞明文理呀，老师决定不教。你真正了生死出三界，老师教你；你真正是继承传统，弘法立身，那老师特别拨出时间来教你。他也不教，他对不起佛陀，
对不起祖先，啊，对不起传法给他的这老师，这不能不教啊！不教不是自己不教啊，什么有这个缘分呢？语言不去除怎么办？那语言去除舍命也得要干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